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nce。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什么是 Mampu AI。 那基本上 Mampu AI 是由马来西亚团队自己 develop 的一个系统，就是 AI 的系统，来帮助我们的客户来优化它整个 process。 那甚至我们可以做 customization 的，比如你的公司想要做什么 flow， 只要 AI 可以做到的，那么 Mampu AI 都可以帮助你。那么我们来讲为什么 Mampu AI 的出现呢？因为我们想要人人每个公司都可以拥有得起 AI 来帮他们优化他们的整个流程。例如今天你做了广告，你下了一些广告费，很多流量进来了，你能应付吗？你能每个都回复吗？那么如果你用 AI 就可以回复你这一个东西。例如跟大家分享，有一天在凌晨我就无形中在网站我就找了两个牙科，结果我两个牙科我都下了 appointment。 那么今天因为在凌晨嘛，没有人可以回复我，那我怎么样选择？我就选择谁第二天早上最早 text 我的，那我就成为他的客户。那么今天有我这个人的存在，在这个市场上也会有这样子的人， AI 就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他能在凌晨及时回复客户，及时帮你做 appointment， 客户就是你的，不然客户很多机会都会变成你的路人。那么想了解更多 AI 的知识，欢迎继续的来 follow 我们，或者来直接联络我们，来了解更多关于 Mampu AI 如何帮助你的客户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掌握规律，锁定胜局。